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美仔的清千老师。今天手把手教老婆画这一款日系风格的炫花洋装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准备开始进行操作喽。首先，我们是用一个类似灰色或者是一些比较浅色系的打底，因为春天已经要准备来临啦。那接着画上白色的小花。那小花我们统一画四个花瓣。那我们在画这小花的时候，呈现给圆圆的感觉，这样比较可爱哦。那记得要留下一些空隙，说我们底下画出花梗，那这样子还要加上叶子。那这部分的话，我们就整理式的操作一下。那喜欢我前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订阅、关注，谢谢大家。那真的是对老婆很抱歉，因为接着就是要新年了，我们有很多家族的旅游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完物资的照片。那之后也会陆陆续续为老婆补上物资，画在一起的话会是什么样子？就要准备描那个边框，这次我们是有描边框的款式，我们把边框描好，这个款式就准备完成了。对啊，这次没有办法为老婆准备五只手指头的造型，真的是觉得很抱歉。可是因为我明天就要出去家族旅游了，真的太赶了，才刚从日本回来，真的是来不及耶。所以老婆就将就一点看一下吧。对啊，用这款式上接钩上层。完成啦，那我们准备要欣赏一下作品啦。我是 Iris， 关注我，美甲的路不迷路哦。